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在网上刚收到手的一款小衬衫。这款小衬衫非常独特啊，它是这种全部都是镂空的，夏天来穿真的很合适哦，因为它很透气，对不对？然后看一下它的领子呢，是这种小翻领的啊。一门襟这里呢是一排单排扣的，然后这个是个塑料仿木质的一款扣子，很别致啊。搭配这个颜色呢，我觉得就很好看，有点复古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呢又很休闲，非常独特的一款小衬衫。看一下后面，后面的话呢是也是这种纯色版本的啊，全部都是这种小洞洞镂空的。它的面料摸上手呢非常的柔软亲肤啊。我买的这款呢是一个 M 码的，到手穿上身给大家看一下效果，然后顺便在他们家还买了一件这个短裤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件短裤呢是一个牛仔蓝款式的啊，非常轻薄的一款短裤，这个版型呢是个 A 字版的，就很显腿细，而且呢也很显腿直，不知道它穿上身的效果怎么样，我看一下它的细节，它是全部都是松紧腰的啊，非常好穿脱。现在呢把这两件衣服呢搭配一下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已经穿上身了。这件衬衫呢穿上身真的非常的舒服哈，它的袖型呢是这种有点翘翘的这种感觉，就很显胳膊细，啊也不会显肩宽什么的。版型我觉得非常好啊，而且这个颜色呢，我觉得夏天来穿也很合适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长短，长短呢我觉得是一个长规款式的啊。如果穿这种短裤呢，一定要塞进去。好，塞进去了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看看。塞进去穿呢就很拉高身材的一个比例啊。它这种镂空衬衫呢穿上身就非常的个性，一套穿搭配穿呢还是蛮不错的，而且呢既舒服呢又凉快啊，夏天来穿最合适不过了。下面呢搭配一个小白鞋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这款短裤呢它是 A 字版型的，真的很显腿直，而且又很显腿细啊，非常好看的一款短裤。这件短裤的颜色呢也是非常百搭的一款颜色，简约又耐看啊，搭配任何上衣 T 恤啊都是没问题的。总的来说呢，这套的搭配呢穿上身非常的舒服，学生党呢和上班族都是可以去入的。搭配一个包包，这一套穿搭既舒服呢又日常啊，比较通勤的，喜欢的姐妹可以放心去入手，平价也好穿。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的分享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